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作者李婷。一个月不到，拼多多旗下 t i m u 接连在亚洲两国上线。在本月一号于日本上线后，七月二十五日 t i m u 韩国站正式上线。拼多多的低价风暴一路从北美卷到了东亚，目前已进入了全球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 t i m u 自去年九月一日上线以后，连续半年持续霸占 App Store 下载榜首。高盛研报显示，今年六月。 t m u 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四千二百万，而近期 t m u 在美国与善互相起诉，再度成为话题中心。海外市场上线三百三十天以来 t m u 的脚步不停。有消息称，其计划在今年八月开放中东站点，从欧美等发达地区进一步拓展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地区。亚洲市场对 t m u 意味着什么？下一步又将如何布局？ 时代财经就此向拼多多方面寻求解答，对方表示暂无更多信息。t m i o 所到之处都是低价风暴，竞争很激烈了。在中国做跨境电商的日本卖家小井（化名）告诉时代财经 t m i o 的到来掀起了低价战的风暴。打开 t m i o 刚刚上线的韩国站首页，置顶跳动的字符直接告诉用户，已经砍掉了商品原价的百分之九十。 在这里，你可以用五百韩元，约二点八元左右的价格买一个针线包，也可以花不到两万韩元，约一百一十元买一个空调扇。商家们的朋友圈被铺天盖地来自 t m u 的消息笼罩。拼多多日本站的宠物梳子三百二十八日元，约十七元一把还包邮。我们自己发货邮费就要六百至七百日元，约三十至三十五元，这还不含梳子成本价、平台佣金、关税和消费税。 来自深圳的卖家汪明（化名）向时代财经展示了同墙的抱怨。似乎没有人不喜欢低价。去年九月，Timmu 率先闯入北美市场，凭借超低价策略，在亚马逊和沃尔玛的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换来了超过两千万的下载量。七月一日，Timmu 上线日本，一举登上了日本 App Store 购物类第一。不得不提的是，受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近两年来，日韩物价持续上涨。据韩联社消息，以韩国民众的日常外出饮食消费为例，一碗炸酱面的价格从二零二二年三月的五千八百四十六韩元涨至今年三月的六千八百韩元，同比上涨百分之十六点三。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由于电力、天然气和水的价格上涨，一季度韩国全国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了百分之四点七。日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二十二个月同比上升。在日本留学生子涵（化名）看来，听明入场的时机正好。身边的日本朋友对低价商品的需求开始增加。教授省钱小妙招的博主在社交平台上都很受欢迎。汪明也有同感，他从二零一八年起开始做日本跨境电商的生意，入驻亚马逊、乐天等平台。不低价无法生存，他告诉时代财经，在日本亚马逊。 雅虎、乐天等购物网站上，商家们也走起了低价路线。原先毛利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产品有很多，但现在毛利普遍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算上公司的整体运营成本，可能只有百分之十五。Timu 的到来让商家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与亚马逊商家可以自主定价不同，在 Timu 上，平台最终确定售价上架，商家负责提供产品。有商家此前对时代财经表示。 上架 Timmu 的报价要比 B to B 电商平台一千六百八十八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但汪明不这么看。为什么大家每天说 Timmu 压榨供应商，还有这么多人去做？因为 Timmu 的单量太大了，量大就是王道。卖手机壳的深圳商家徐思思（化名）最终放弃了加入 Timmu，在他的独立站上，一个普通手机壳也要二十美元左右，贵价手机壳可以卖到一百至二百美元。 在他看来，海外消费者愿意为质量买单，价格低于 t i m u o 既是优势，也是限制。和日韩地头蛇掰手腕，打开北美市场之后 t i m u o 在今年四月先后上线了英国站点和德国、意大利、法国、荷兰、西班牙五个欧洲站点，紧接着又盯上日韩市场。亚洲经济前景以一体化进程。二零二三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日本。 韩国分别位列全球前十大电商销售额第一、三、六位。在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崔丽丽看来 t m a 选择日韩有迹可循，教育成本比较低。由于产品定价区间与这两个国家现有的电商平台具有差异化，所以开辟市场会相对比较快速。此外，由于这两个国家国土面积较小，毗邻中国，在文化上也比较相近。 因此，实现市场覆盖、提升服务品质、开辟变现业务的闭环速度也会比较快，应该可以更快验证打法，而后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崔丽丽进一步表示，亚洲市场应该相对欧美市场门槛更低、成本更可控。不过，互联网普及率高、基础设施完善、市场成熟，意味着日韩两国本土电商市场同样竞争激烈。在日本，亚马逊、乐天。 雅虎三足鼎立，而根据 Open Survey 统计 c u a n 和 Naver Shopping 共占据韩国近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商市场份额。同样在日韩耕耘已久的，还有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 AliExpress。在最年轻的合伙人蒋凡的带领下，阿里海外业务高歌猛进。距离韩国首尔只有约一小时飞机距离的山东，速卖通在这里建立了威海、烟台两个物流仓储点。 速卖通在韩国推出的 AliExpress Choice 精选服务，大部分商品三至五天内可以实现送货上门，部分地区甚至可以当日或次日达。根据福布斯韩国版汇编的数据，近三年内，速卖通韩国用户扩大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速卖通韩国市场负责人永阳子贤透露，到二零二二年底，速卖通在韩国的月活跃用户已经接近三百万，覆盖了韩国电商人口的近百分之十。 今年，速卖通还计划在韩国市场投资七千五百七十万美元。据雷锋网报道，速卖通正在日本、韩国两地发力本地化团队。韩国市场的目标是实现今年 GMB 翻倍。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还有本土消费习惯。在日本，百元店线下购物的方式延续已久，大创、唐吉诃德等品牌店铺甚至衍生为赴日旅游打卡项目。他们同样主打折扣百货。 也有国内消费者将二者戏称为“日本版的拼多多”。日本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特别高，特别苛刻，特别爱差评。汪明认为 t m i 进入日本，低价商品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来自消费者的挑剔目光。不过，他补充道，这样的挑剔同样面向其他电商玩家。t m i 用户数量将逐渐增加，制造商也将通过反复生产、销售产品而逐渐熟练。 产品质量本身也将逐渐提高。小景也表示，在 t m i l 搅动东亚电商市场的同时，TikTok Shop 在东南亚加快步伐。TikTok 正面对上在东南亚盘踞已久的巨头 Shopee，称未来几年将在印尼和东南亚投资数十亿美元。打着中国标签的跨境电商平台们，从欧美一路卷到亚洲市场，故事又掀起了新的高潮。